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夜月。不要、啊！我今天不是要互换吗？不要、啊，不要互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好，我是夜月。好，那很开心，我们又来到我们的动漫开箱时间。那我们这次开箱的是一番赏《七龙珠超》里面的布罗利，然后他这次是《七龙珠》20周年。20周年。其实他。刚跟我讲说20周年的时候，我想说怎么可能七龙珠20周年？所以我们刚打了一架。没有，我去吐一下。啊，那后面哈有标榜，这边标榜压倒性的规格，压倒性的细节，还有压倒性的存在，直立约35公分，比香米还要大只，有没有？台湾人最高不是18公分而已吗？什么18公分？那香米不是台湾的？那他们是哪里的？欧美的比较大嘛？欧美的比较软啊，什么比较软？不要乱讲。好了，我们就开箱看啊，看是不是跟他讲的一样，对不对？讲的这么浮夸是一样，可是其实很多 YouTuber 都已经开过。我们开干嘛？吃饭啊，对不对？吃饭啊！不要讲了。是这样。上面有胶带啊。哦，专业呢，跟我们的频道标榜的一模一样。当然了。看一下啦。真的大。这个梗你到底要玩几次？我还有踢一下哎、欸，跟刚刚不一样。太大只了，太大了。我的，好玩吗？哇，好大只哦！哎、欸，好重哦！哎，你要把他脚架拿走啊！我觉得青岩这边就负责演这个，给你体验一下他的重量。他如果不用脚架，可不可以站起来？可以。脚架干嘛？比较稳啊！比较稳啊！脚架干嘛？而且还负担支。当然啦，他一支就够了。他是插哪里的？这里啊。色情台啊！来体验一下那种，真的蛮多。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？哪呀？不然你想是哪呀？整体来说，它算真的还蛮有质量的。说实在，它的做的还蛮细的。看那个指甲，你给大家看那个指甲，连指甲都做出来了，有个扯。这边有个指甲。对啊，他这个指甲都做出来了，真的还蛮屌的，很屌的。肌肉线条。对啊，如果我可以去拿一个黑色的那个墨笔还是墨线，把他的肌肉线条再画一次，看是真的蛮帅，真的很爽，真的是蛮好看的。对，还有他胸口的这些伤痕啊，很好，其实真的就是不是画上去的呢。对，我知道它是磕的磕痕嘛，就是这样就可以。哦，他这个肌肉线条做成这样，我以为是可以拆的。没有，那其实就是隐藏。嗯，然后还有他的裙摆啊，然后还有他的那个胯下这些肌肉线条，这真的是肌肉棒子，巴蒂斯塔。以精品来讲，真的是，以及棒呢，超棒。一般来说。以我之前抽过的一些景品来讲，都还蛮小只的，而且它这么大只，然后上色也都上的算还不错。对，如果以一般场景品来说的话，你去把我旁边那三位请出来，旁边这三个也是一番赏的，然后他们分别就是 A 赏、B 赏、G 赏。那虽然也是 A 赏，是它好小只哦。其实它真的拆开是还蛮好的，然后这三只是我今天抽奖要送出一只，那详细抽奖的办法我会写在我的粉丝团，
发行就一架一架。然后其实之前我们在聊七龙珠的时候，因为你说你没有打，你说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距离纳美克星爆炸还有二十秒，二十几秒，对不对？妈爆了一个礼拜没爆了。那再来就是七龙珠超里面有一对姐妹，因为你那可能没看，我没有看，超系列我就没看。他有一对姐妹，然后有一对那对姐妹，其中一位是留着赛尔的血。那是剧场版吗？不是，他是七龙珠超，是最近出来的。哦、如果你有兴趣，你也可以去追。因为我只有在看过剧场版，就是神跟神嘛，神迷神比鲁斯跟对对对对，比鲁斯跟那个悟空打。那是在之后，就是拳王，你知道拳王吗？那个臭光头，他说他就是要办一个宇宙大会，然后他就说，其实七龙珠有很多宇宙，我们的主角孙悟空在第七宇宙，然后那对赛亚人是第六宇宙，听起来跟终极一般，金时空，铁时空，银时空，金银铜铁，金银铜铁，对，那对姐妹有一个是赛亚人，一个就是原子赛，那另一个他一直不变超级赛亚人。怕他控制不了原子赛亚人的血，所以他变身就会爆炸。一般讲这种东西看运气啊，你有可能花个三四千块，你还抽不到这一只，都是有可能的。那你猜我几抽可以？你不是三抽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有跟我讲啊，三抽抽到这一只，那时候还跟我讲说，我不会没有，我没有要抽。然后等我离开店里之后，他就传了一张照片，说我抽到 A 闪欸，闪闪 A 闪欸。我就说，我就说、啊、你不是不抽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那这次我会抽奖，活动的办法就是还是要先跟大家说，我们这次会抽我们刚刚那三张。要不要请他出来？要。这是在上一套六月那套自在极意功的，就是七龙珠超。他 A 场是自在第一关，就是这个。然后我的活动办法就是说，如果你看了我这个影片，你想要抽奖，你就分享，然后并且设公开，然后在你分享上面打说我要抽七龙珠的一般闪的哪一个闪，你喜欢哪一只你就打哪一只。如果我抽到你了，我就送你那只。布罗利，很大只，真的很帅。所以这次我一定是留着，虽然我没有那么爱他，帅，所以就下一次就会抽出来。哎、欸，然后我就开枪了，超屁呀、啊！要不要连战斗棒的时候一起抽啊？哇，太虚了，好高兴啊，太虚了，订阅数是百万。好了，那我影片今天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可以帮我留赞，记得帮我订阅一下，已经订阅过的朋友记得帮我开启一下小铃铛，晚上好，我是月月，拜拜，拜拜，我是月月。你好。